每周三、每周六九点准时更新。月洗礼的大夏气运，明明对修为越深的人效果越小才对啊！难道这妖兽与大夏还有某些联系？啊！学主在收回雪山中所有属于他的力量，这可是雪山仅剩的灵力和财富呀！没了，没了，全没了！快乘胜追击！杀！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什么？超速再生不过是东海死亡的基础能力，只要还有一根经脉在，我就不会轻易死去，就算离开了我身体的部分也一样。刚刚本王真的很疼啊，我的骨头碎成了那么多片，可都是拜你所赐，去死吧！学主，完了！居然真的让他做到了，或许预言是真的。那个度化苍生带领十二位女武神打破世界壁垒，让虚空回归均衡的人，会是他吗？这是在哪里？时间过去多久了？灵力漩涡明明已经停止了，主人怎么还没有醒？天武的小丫头晋级了，我也回到了我巅峰时期的实力，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千年之前有他在，说不定我能突破紫府，也不必付出那么多代价才勉强封印紫禁，也不至于落到如今大陆衰落东海横强的局面。不过现在嘛，该醒过来了。不好，这一招太狠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你相信我了。这次收获极大，不但强化了风眼三黄龙的天赋技天眼三刀，还找到了魂力和元力配合的方法。外面现在怎么样了？魂力和元力的不同组合，面对紫府境的胜算又大了一些。不好，还想阻止本王吗？没有了你，他们一秒都撑不下去，如此弱小的种族就不该存在，你也去死吧！快保护学主。停下！是什么？宰了他，就轮到你们了。圣言一，好强的肉身！还有，阻止我行动的是什么？他们还有紫府境的高手吗？久等了，刚刚补了下报。你这么强，应该很乐意和我们两个单挑吧？不负所托，你们这些手下败将，一次又一次地冒出来，本王有些无聊了。说起来，你们知道那个锁妖塔之主在哪里吗？如果有人能告诉本王他的位置，本王给他一个诠释。锁妖塔之主，那的世上绝无仅有的大帅逼，也是你这种鱼头能挑战的，你给那位提鞋都不配。旋风绞肉机，白灵，里面还没有结束，分一个魂体看着他们，你在这里按我说的做，下一次你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本王的七刃刀罡会将你们变成肉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盾步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去。
真的，你让他九层六去了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天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让我见证一下你的能耐吧，秦宇。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永泽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恶人头！我们死定了！主爷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证明主君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六去了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天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让我见证一下你的能耐吧，秦宇。